电视台近期迎来改编季，旗下音乐节目人气歌谣主持阵容也大换血。现主持人卢振义、徐范俊在主持的最后一天向观众们告别。卢振义忍不住哽咽表示，很感谢大家一年来的陪伴。之前人生中做过最好的选择就是主持人气歌谣，下辈子如果还有机会，也希望能再次成为节目 MC。 徐范俊也不禁流泪，感谢一直陪伴他的节目组以及一直照顾他的粉丝们，不论天气好坏都前来支持他，感性的氛围感染众人。而接档该节目的主持人分别是演员金智恩以及 Monster X 的亨源。金智恩此前在多部作品中展现了精湛的演技，亨源则凭借帅气样貌以及优秀的唱跳实力圈粉无数，两人预计将带来全新面貌。俊男美女的组合一经公开，就引发粉丝们高度期待。